发放饮食的时候，来堵来说我们是这个有组织有预谋的，这样来以此来不允许我们这个聚会叫集会，因为有组织的就是集会是需要批的。那么这个批的话可能就是猴年马月不知道了，那我们在那待的话他就要把我们撵走，否则的话就把我们拘捕。所以呢今天警察一直在套我们的话，就说啊你们是谁，谁是头啊，谁是组织啊，战友们非常聪明，都说我没有头，我们是自发的啊，所以这一点非常好。那么复修现在是拿我们一点办法没有呢，他恼羞成怒，现在派了一群打手。